我的厨板哼着小曲儿，我就进街来，扭头看见一街两巷都是好买卖，有人买也有人买，也有那个幌子和招牌。咱们嘛时候吃饭、对对，我们这本来都一天吃八顿的，跟你出来以后八天不见得吃到一顿正常饭。干嘛？这会儿吃了饿了，对吗？这天天撒三包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躲。那不然呢？不躲干嘛？你的意思让我们俩给他催回去呗？脏嘴呀、啊！吃嘛不是吃，想吃西餐，在那牛排馆门口脏嘴；划过来撒子就都是牛排味儿。想吃中餐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到炒菜馆门口一脏嘴，划过来撒子一藏，嘿，扫三四。哎，这办法绝了，真的，这办法太好了，一听就老老年的办法。你比花子根还根儿的，我都想不到。别的咱不说，我们花子国王单分有你两分费纸，咱们早买房了他。那你不管？过去了吗？没有三层包了，现在怎么办、啊？嗨，这事儿你走马急了。听说这两天还一波呢，据说这波都是现代包。哎，听我的吧，听我的吧。要我说，哎，说嘛呢？说嘛呢？就咱刚才从那胡同几拐角出来的时候，碰见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，你看见了吗？老太太没有啊？你是不是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了？哎呀，你别老说这个行吗？怪讨厌的，讨厌死了！光天化日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哦，行吧。啊，那老太太飘过来啊！你给我滚！啊，就那老太太跟我说，他们这个镇子马上就要举办一个比赛，然后哎，然后你猜怎么着？你猜怎么着？报名比赛的都管自助餐。嗯，我懂了，你那意思是？哎，本对本对，特别对，一点都对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既然那个老太太那么好说话，不如我们去他们家里偷俩馒头。你死去吧，行吗？哎呦，你这一上坟头先偷公果去吧。我要去报名参加比赛，吃自助餐。刷，哇，这什么比赛呀、啊？这是？这个是我们镇子上一年一度的坟园比赛。那叫坟园？这不是因为现在不让扫植了吗？大伙呢每年就会评选出来一位坟园小姐，然后大伙就会花钱雇这位小姐到各家的祖坟上，给祖先们来一段发光发热的节目。怎么个发光发热？大概其就是跳段舞，主要就是表现一下，虽然祖先睁不开眼了，但是还想让他们开开眼的孝心。跳段嘛舞呢？穿衣服不穿衣服？介于两者之间吧。你也是想来参加坟园比赛的吗？啊，我主要就想混口吃的。像你这种姿色的，简直是汲取，简直是自取，简直就是自取扣。你妈！慢点儿说，没戏。你闭上你那个喷门行吗？你要是不张嘴，别人都不知道你上学时拿舌头垫子坐脚。那刚才你就在这跟我瞎打个，我问你了吗？你劈开你那嘴，脏刚就给我放了一串响话，趁着撒尘暴，张开那屎盆大口，多喘几口气，别出动静多好呢，能唠个为人民净化空气。哎呦，小姐姐嘴真够厉害的。妈，你不服？没有，没我事儿，你在这叭叭，我没有用，我不生气。完了吧，没话了吧？让我心态强大，你说嘛没有用。那么大撒尘暴，怎么没跟你脸上的麻子泡下去呢？你妈再说一遍。这边写着特别欠佳，今天大增彩，那边写着白送一天，你能赶快来，你来我来大家一起都到这里来，大掌柜的你乐发财。